Hello，今天吃炒产生腌，生腌小青龙。哇，满满的肉。好吃，高兴。还有虎虾，章鱼。太好吃了。肥嘟嘟的生蚝。里面有膏的，满满的蟹黄。好，好吃。关东煮，
请问金麦郎的板面，这个是麻辣味的。这泡久了真的很好吃。好吃好吃好吃。非油炸面饼。牛油味特别的重，然后面条也很筋道，很入味，滑溜溜的面条。现在的话还会送两颗正乳的，这是卤香牛肉的，就是没有那么辣哈。有的宝宝说就是泡久了会不会冷了，其实我觉得还好，也没冷，就是刚好合适的温度，也不会烫。大家泡几分钟以后一定要去把它搅开，要不然它会粘在一起，你看我这两根都有点粘在一起。这是香辣的，而且它这里面配的是筷子，比较方便。
可乐鸡翅。姐妹们，卖鱼的月饼终于又来活动了，蛋黄松松、酥子、奶提、奥巧，五仁。我们还是先吃我最喜欢的这个奥巧。现在是皮儿薄馅儿大，它这个月饼的话是一个粗粮细作，用的是黑麦粉、全麦粉，然后没有蔗糖的，然后用的是一个精选的亚麻籽油，外皮是有一点点酥的那种，里面真的贼扎实。做奥巧的就跟空口吃巧克力馅儿一样，从我开始卖我就一直都很喜欢这个味道。蛋黄松松，打碎的蛋黄和肉松的合体，就是咸口的。五仁，五仁吃的特别的香。酥子这个吃着还咯吱咯吱的响。你一打开这个月饼，就是那外皮特别特别的香，奶提里面是蔓越莓干和提子，奶味十足。个人比较喜欢奥巧和蛋黄松松的这两个味道，真的是我的心头爱。每一个热量都在300多大卡，其实热量的话不算特别低，但是它的配料表特别的优秀，然后粗粮细作嘛，大家吃了对身体也没有什么负担，而且就是老人爷爷那些就是都可以吃，因为它没有蔗糖的。关键是它这个月饼真的，你看皮就这么一点点，全是馅儿，真的就是空口吃馅儿的感觉。
姐妹们，香松鸡蛋面包好久没卖这个了。那天有个小姐妹说叫我卖一下这个，这个外面是一层鸡蛋皮，然后中间是酱，然后两侧的话是肉松哈。叫我觉得很软，还不错哈，不算少哦。就这个价位，这个性价比真的很不错。整体也是属于很湿润的那种，不干巴。嗯，很能酱。特别软，看这是每天早上拿一个，然后早饭，然后配一杯牛奶，妥妥的。这个我真的一直卖，如果它不好吃的话，我不会一直卖的。